再都做一下总结。那么，今天我们就写一个条幅，叫大家写了，不知道大家写没写？我先给大家写个样子了啊，大家看一看，这是我写的，就是很简单的四个字，方块写成是方块，当四个，就是这样的啊，就这样的。哎，然后呢，写的上款儿你可以赠给谁？下什么？这面是落名字，我就简单落一个群款儿，就写陈爱玲写的就行了。这个是勤能补拙啊，这四个字要一遍一遍大。我因为这个字写的一遍大，但是它怎么就看着？好像不一边看似的，我问大家，今天来的同学写没写呀？有同学写的没有啊？没有啊，都没有出声的，也没有那个看到大家的头像，不知道你们写没写？上次我留个作业，就大家随便写几个字，勤能补拙是最简单的，只要我们努力了，就能写好。有很多同学给我看了作业，写的真是不错的，一个同学都没有写吗？那大家就先写，按照我的这个写吧。第一个写勤字，第二个写能，第三个写补，第四个写拙，我们就先练习一下，就练习这几个字。如果你喜欢写别的字也可以，什么厚德载物啦，什么那个什么上善若水啦，中国四个字的成语非常多了，是不是啊？坚定不移啦什么的。好，我们现在。同学没来全哈，咱们就开始写这几个字吧。勤能补拙，我这个是一张方纸，这是一张方纸，对吧？一张方纸我就叠成四块，就这样叠成四块。叠成四块，你看这它不方，你中间叠成一个写字的方字，把这个留出来。那么这些留出来的地方呢？就写落款了、题词了，这样你就在中间写勤能补拙，然后上边写赠送给谁呀、啊？或者你学这个字有什么意义呀、啊？你写，然后下面这个左下角的这点呢，就落款谁谁谁写的什么什么啊？这个可以写说赠送谁呀、啊，或者有什么心得都写就行，这就是一个作品。然后你裱了，裱上就挺漂亮的。如果我把它放到这儿，能看见吧？看不见这个哈，往下点啊。好，这会儿盯在这儿了，就是这几个字。大家要想学，那就跟我一起学这几个字啊。这个是在那个 Costco 买的 paper towel，一个盒子大概是十个多卷，大概才12块钱。你要这就慢慢的用吧，这一卷子很大，慢慢的用一年都用不完，所以是很廉价的。而且呢，它的持水性，我不知道别的人是写那什么呢，我一来就发现这个纸的持水性和。宣纸有点差不多，但是它是颜色也有白色的，
也有白色的这样子。这个是我用白的 paper towel 的手指写的啊，写的一个条幅是吧？静坐不需蓝石器，蓝石器，清油自带竹林风。远远的看出来也看不出来，这纸怎么不好？如果我是写完了也没裱，就这么盖个章，就自己盖个章就行了。实际上要裱上吧，也看不出来。所以这个白纸，白的这个 paper towel 是特别更好。但是我觉得白的吧，比这个这个棕色的吧，你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它一阴就一大片，它的吸水更强，我觉得。但这个吸水呢和宣纸差不多，老师，可不可以请你把那个折纸再折一次，给我们看？折纸再折一次啊！好的，没问题。我拿一个大一点纸的啊。我这个是宣纸的一张小宣纸。多大的宣纸啊？宣纸有大有小，这个比较小的宣纸，这个是那个你买的时候吧，它是宣纸，它是有固定尺寸的，我记不住它固定尺寸，有大的小的，大的就是能写那个像那个八财大纸，就是我们平常的八财白报纸那大，然后中间一劈是，然后再劈了四份的那还是发财的，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张小宣纸，这个小宣纸呢，如果我们写一个条幅，差不多就正好用它就写就行，对吧？比如说假如我写个这个啊。我拿一个我的那纸，这个就是也是这个是也是宣纸，但是它是粉颜色的，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条，本身就一条，那你除非是你想写小的，它这里有印花，印的那个一个花是一个字，它基本上就给写大的条幅的用的，一个条幅的，这样呢，你要用不了呢，你就把它可以裁小，可以裁小，这样就是说你买的宣纸本身就有这样的条幅，这是窄的条的，还有呢，宣纸，再给大家看一个，我这个宣纸也是比较小的宣纸，这个宣纸，我看我临摹的那个《兰亭序》吧，就是用这么大的，因为《兰亭序》挺长嘛，就是这么大的。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写的那个《兰亭序》的那个啊，看着啊，好的，大家能看见不？大家看见我写的这《兰亭序》没？能看见吗？是吧？就是这个整个的《兰亭序》，就是整个这张纸写了。哎，我看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有点不太会，就是这面，看着啊，这个镜头对上面这个啊，这只有看到一点点。他的这个《兰亭序》这个还这个，这是
那是尾部，这面头是在这面，永和九年在这儿，我头我脑袋这头是永和九年这个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大一大张纸写的是吧，这个在这儿写呢是吧，永和九年的呀，永和九年这就是一张大纸写的。嗯，如果你写我们现在吧不要求写大的，咱们先写小的来。好，我今天就说咱们就写的四个字的这个啊。这么大的纸，这么大纸，你要写四个字的怎么的，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纸，那你就得写，可以写横的一些，可以写竖的。这么大的纸呢，你这么叠，先把它二分之一折了。你要写那个竖的，写横的，心中有数。你要是写现在写横的，两边你留的宽点儿，两边留的宽一点儿。你看看这个留这么宽啊，留写那个题字了什么的哈，留的。然后写的内容呢是在这些里头，在这些里头，嗯，写的内容就是在这些里，这里是双折的，双折的，对吧？然后你写多宽呢？你这个底这个吧，你这面这么宽，底下比它稍稍窄一点可以，稍稍窄一点。那么就这样折叠一下，那么大家看一看啊，啊，这不是折成叠了吗？就是这面是这么宽，这面是这么宽，底下也这么宽，对吧？横的吧，就是左右这么宽。如果你要竖的，你就是上下这么宽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个呢，这面两面也是上，这面两面啊，这样两的啊，刚才是这样的竖着的，然后这两个宽度也一样，上下宽度它俩对着都一样，但是左右不要一样，左右不要一样比较好啊。然后你写字呢，你写多大的字，写几个字，你要在里头你给它规划好。你说我写十个字，我写一首诗几行，都规划好了，规划好你再写，要不然你写的时候你没规划好，前头虎头蛇尾，前头不行了，对吧？今天我不教大家写这么大，这是我简单说一下，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能明白这么叠纸。现在我就先说小的啊，先说是咱们拿写小的。比如我们这个这么大的纸，对吧？这么大的纸很小，那么我们练习的时候写方块字，那你首先就是把它，好了，一折，这就是一个方块字，对吧？然后几个你折几个，几个就折几个。好，我们就折这几个啊。好，那么打开一看呢，这是四个大字，这个四个方块字，看四个方块字。你写横的呢也行，写竖的也行。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就先练习一下这四个字。勤能补拙，我和大家一起写，你们也把墨打开，咱们一起写这几个字啊。首先我们先写横的，横的写，横的是从右向左写啊，右向左写，对吧？右向左写，记住了，不是我们写钢笔字的笔记本是左，从左到右是右向左写。那么勤
一定要用压着点啊，我刚才没压着啊，没压着我就拿手对付，其实不对啊，一横两撇这个草头，哎，然后是下面有写三撇的，有写三划的，有写两划的，这个没关系。书法吧是用两划，我们钢笔字是三划写的啊。然后记住这个琴字，琴就得有力量吧，对吧？这个力度一定大啊。然后这一撇要伸到这点，琴写一个琴了。那么这个琴它的落，它的字上头一个手指头宽，下面啊四个手指头宽啊，下面是四个手指头宽。那你写这个字定基了，定出基调来了，那么你都要定这个基调，或者呢，定这一会儿我再说一说为什么要定的是上面窄下面宽啊。琴能，哎，琴能，然后嘛，写完了再写啊。补，补，着。提手，搁个出字上面高。好，我们就写完了勤能补拙这几个字。这几个字在我这里很小，假如你的纸大，对吧，我的上头写了，底下呢你就可以写一点什么什么的，底下的什么话。然后呢，老师看不见。哦、oh, sorry， 再往上点。琴镯是什么镯？给我看看。啊？镯子，琴镯子啊，镯子提手哥哥出。哦哦哦，镯、哎。哎，提手哥哥出。哦。哎，这个上面这样。哦。这不写完了吗？我这是给大家做个样子啊，就是。然后，假如这个纸你写的地方还有地方，这不是挺好？上面顶了，下面还有一段地方，那么。你还可以在这写小字啊，勤什么呢？是勤劳，也可以写点小字啊，这啊能力，对吧？人的一个人大小主要是能互相补，然后补缺补什么呢？我们的拙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那么特别十八般武艺都玲珑吧，总有不足的。不足的呢就是拙的地方，那么就是勤补就能拙，就是这意思。你可以这个勤能补拙还可以写成小的那个话语，然后这点呢可以写此比如说嘛，这个胜东阳马生序，比如说的那东阳，就是这个是韩愈写的哈，就是说隔壁老王的儿子勤奋学习，我就送他这几个字可以写，底下呢再写谁谁谁写的年年月月润，那么这个作品就这样就行了，我说的就这样就行了。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写这个勤能补拙，好不好？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一起练。好，先写勤。大家准备这张纸是四四方方的，你可丁可卯写的，这么一折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。琴呢，对吧，先写它是左右结构的，那么你最好是心中有数，左面右面有心有数是，哎，左右上面是一横
然后竖这个撇啊一个头，然后下面这个和它一边大小宽度是一样大小，像中国的中字的开头，但是比它稍稍比这个稍稍出来一点，对吧？哎，然后是一横，下面可以写两横，也可以写三横。我的字帖是两横，我今天就写三横。其今天我就写也写两行就行啊。然后这一竖，这竖是胭脂青的竖要粗，然后再写立。这个立字啊，不能跟它一边齐，一边齐就不好看了。在哪儿写呢？在这个中字的这个地方写啊。哎，然后这个到这拐，看着拐到这点，一定要比它长。到这儿，到这地方你顿一下，哎，一提就是一撇，嗯，就是横折钩，然后我们再写一撇，这撇撇到哪儿呢？撇到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和这个一边长，这就是一个琴字，啊，这就是一个琴字，好，好。这个琴字啊，这个琴字左右站的地方大小差不多，但是上下呢立子要比它的矮，但是底下要出头，就是哎，非常漂亮，很好看。嗯，你说我没听见你说什么？说你这个字很漂亮，很好看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啊，谢谢，你们也没写得很漂亮。嗯，好，我把我们现在就写在这个纸条里头。哎，就写到纸，在您底下就写底，在您的那个练习纸上就写着琴。今天我们把这个琴，勤劳的勤，那就写在这个纸条上呢。啊，你就可以在你如果你准备写条幅的纸条，你还那个还觉得我等一会儿你都写完了，我四个字一起写，那你就在练习纸上写就行，没关系。但是你觉得很有把握，这字写挺好，你就写下来。其实这字写的很简单的，勤。琴啊，琴，你要是墨黑重点儿吧，就特别好看。我这个墨有点稀。琴，大家给我看看你们写的怎么样啊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们看看你那个力多高啊？好的，我的力是没有这个力，记住这个力吧。这个立开头是在这个中字的下边下部的这点开头，然后这个立最后那撇是在这个中字的上面这撇，哎，是看不到啊。我再来一下，再给你等一等啊。这个看到了吗？看不到，看到一点点，再往下一点。我这个是，哎，我这个已经是全屏了。可以了，哎。可以的，很漂亮。嗯，这琴，嗯，陈老师，哎，你们打开视频我看才能看得见。哎，打开了，我看看啊。看到吗？等等啊，好，写的不错，真棒，这个，嗯，真棒。哎，这个例子吧，在例子在稍稍，你写的很漂亮，但是那个刚才书法的，你看这个例子吧，再和它靠近一点点，靠近一点点就更好了。小明挺好啊，也写挺好，真棒。好，
这个是楚老师写的挺好，嗯，很好啊，行，我们这个就过关了啊。我们写的能，勤能补拙的能，它也是一半一半的，啊，也是左右结构的。这个吧，我在这儿写啊，我在这儿写，大家看，嗯。这个写这么样一个头就好看，看到没？那样，哎，我的有点墨，它淡，这样这个比较好看。然后这竖，左边的竖呢，颜老夫子他就比较秀，右边的竖呢，他就比较宽。这还有一勾，然后上面啊。哎，这就是两个搁在一起的竖的笔，就是两个像上字似的。能，反正我的这个头吧，应该写的想写漂亮点，它有点阴，这个头啊，这个头有点阴了。其实它比较那个，嗯，那我刚才写的这个，那这个写的这个也意，这个写的能啊，这撇你看是这样写出来，完了让你漂亮。我这个呢有点阴，一阴就阴到很难看了，是吧？这个是老师，这个不是连笔的吗？不是连笔，就是不是连笔的，一笔一划的，这、哦、哎一笔一划的撇折点，哎，折然后一点。所以撇这个大撇写的要好看一点啊，我这个音的不好。那这样我再来一下啊，看着啊。这点这么样一撇下去，就是这个尖像钉子似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再上提一点就好看，然后下面。然后这面是这样，能就行。哎，这个字在这笔上，在这笔上，这笔写的漂亮就好看。嗯，能。好，我看大家都写。小梅，你要先写左边，先写它的左边，然后再写右边。这样你就不能中间分开了，就像两个字了，你就离得近一点，对吧？对对，点儿好，写数，好，楚老师写挺好，能很端庄，很浑厚，挺好，能就应该这样。嗯，你颜老夫子的字就是。端庄很浑厚，挺好。那个写横写撇都行，那个楚老师写撇也可以，写横也行。撇就从上往下写，写横是从左往右写，就这样。嗯，能。老师，哎，看到，我没看见。看得见吗？老师，哎，先看得见吗？哎，您再往那个滑往上点儿，那个令乐音令看得清楚了。好，令你的墨太淡了，
华我看得非常清楚，很好。嗯，华你那个勤奋的勤字啊，底下那是脾，是提，不是横。勤能补拙，这一提呀、啊，这是一提。这个是有点儿，斜往上点儿，不要写太横了。嗯，那个字，勤，哎，勤往上一点儿，它是横，但是它是有点稍稍往上一点的横，就和那个立就配下来了，就特别好。它俩有个夹角，就特别美。嗯，好，令，你再给我看一下你那个字。啊，这个字挺好，挺好，不错不错，这个 LZYL 写的挺好，勤能补拙都好，挺好，好，这个令写的也挺好啊、嗯，勤能。很好，补，我们再写补啊，补这个字儿吧，是一补，是俩点儿，所以咱们要写那个字一定要注意了啊。有的时候写钢笔字吧，一点俩点儿，就像我有时候就一点两点儿，就那么一呼噜就过去了。其实写毛笔字这一点儿是不能缺的，补。这上面这个可以写横，然后这个往上啊，撇，然后是竖要写直，这是一个垂露竖，这是俩点儿啊，是补俩点儿，然后上面横，现在再写个谱，左边的竖要比右边的竖。压住啊，比右边的竖要细一点，是严老先生的风格，他右边的竖比左边都宽，然后是提，然后一横两横，然后厚重的一大竖，这竖是重的啊，重，一定要是很粗重的，像一个顶梁柱似的。然后我们再写一点儿，哎，勤能补拙的补，嗯，补，勤能补拙，嗯，好，写的不错，嗯，您那勾啊，顿一下，完了一提，那勾就特别美了，那个一定要顿一下，嗯。一会儿我写一下啊，那勾，嗯，勾一定要写额头，你看这个我把它举出来是不是像额头啊，是不是像额的脑袋呀、啊、上面把这个头，对吧，你就是说就王羲之还有那个他们写的字吧，都像额头一样，那个这点你看是不是像额的脑袋，那个这会儿剪去了，嗯，老师，中间那个不可以，一定要垂露竖，不可以闲针竖哈。中间那个补，补字啊，呀，不可以闲针。因为闲针竖就显得有点瘦弱，对吧？两头有点尖，它就是垂露竖比较好。嗯，但是这个我看也有人写闲针竖的，这个是没法说。就是看你这个字和它配的怎么样吧，
那个楷书是那个垂柱树，不是悬针树。悬针树往往是一大笔长，对吧？很长，突出。它这三个差不多，所以它应该是垂柱树比较好看。嗯，那如果写行书呢？行书是不是用悬针树？哦，写行书的时候吧，那你看那个一般的悬针树的，你要用悬针树，它都和下笔都有连带的。嗯，它写行书，它就是它是互相关联的，上笔带下笔，下笔接下个字，就是那样。所以说英语叫做 running cracks， 就跑的字，行书。老师会不会教我们写行书啊？好的，如果大家说要写行书，我们就写行书，没关系。我们写行书就写学那个王羲之的行书是最美的，因为他的行书吧。他的有的人的行书，咱们的这个水平也低哈，看不出来。王羲之的行书吧，你自然能看，各个字的灵动，而且他每一笔划呢又特别有风采，所以我特别喜欢。就他的《兰亭序》吧，就行书吧，是吧？他每个字，你看每个字写的都那么美，然后是上下。那个连贯的那个气势还通特别好，就是这是不是一般能写出来？那是不是楷书写不好就不能写行书啊？这个事儿吧，大家都那么说，说你楷书是你运笔的笔划你都没拿好，你写行书你的笔划出不来，不就是像绳子乱了吧唧的套了吗？就是有人那么说，不是我说的哈，我觉得他说的可也是哈。你要是每一撇每一捺你都写不好，那么整个都像那个上整个就像一个大绳子转来转去，那就不美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中国的那个草书王什么的，他的每个的那个该骨架的地方有骨架，该那个伸展的地方有伸展。它是挺美的，所以说我们的文字就是一种艺术呢。好，我们再写最后一个字啊，左，今天就写这么几个字，然后大家就做一个作品。左字很简单哈，是一个提手啊，能看见哈，一个提手。看着有个同学的那个勾写的不好，你看我这么写到这点儿，到写勾的时候你就往左边，哎，它就成一个额头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提，然后上面是出字儿。这个要高高的出来，我再写一下勾啊，写个勾，听着啊，竖在这点啊，勾写到这儿，要出勾了怎么的呢？你先对，哎，对一下，哎，然后笔稍稍往左，然后一提就是个勾，看着啊，我说这个勾。我把这勾倒过来看，是不是像个额头似的底下，是不是啊？正过来看是这样，勾一定要写的漂亮，勾你要这个勾没写漂亮，这个字呢就好像脚是有点瘸似的，这个啊勾啊，竖勾，我再写一遍啊，再写一遍竖勾。看着啊，这些竖的长锋起笔，对吧？长锋，再来一遍，长锋起笔，然后
到这写勾了，哎，你稍稍宽一点，对吧？就这样，太阴了。这个勾啊，一定是要像一个额头才好看，像个额的头，是吧？勾，我再来一遍啊，搁这儿写，看，长风就是往下写，笔往上，然后往下，到这儿写了，哎，哎，那个底下那个啊，这是勾，千万不要这么写，千万不要这么写，我还不会，我看有的同学是写的怎么写的，就竖和竖就这么写就不好了啊，不要这样，这样是一定是这样提，一定是这样啊，一提就是勾。拙字主要是这个提手写勾写好就行了，然后呢粗字很好写的，大家写完给我看一看呢，好，不错，很好，嗯，题那个题左的题稍大一点，上面那题好看，好，还有哪个位同学？老师看到我了吗？我看见，嗯，这排没有你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挺好，嗯，很好，嗯，谢谢老，不客气，好的，写挺好，写完的同学，你现在就拿一张纸，就把这四个字一起写下来，啊。你写成一行也行，写成嗯，像我写的四个字，两行就写当当当四个大字，在一个四方纸上写。你要在长条纸上写呢，写横的、写竖的都可以。咱们写个作品啊，咱们看看怎么样。不敢写进去。嗯。叠好了，哎，纸大小没关系，大纸就写大字，嗯，纸小咱们就写小字，呵呵，没关系的。
老师，你先看看我这个，我不敢写进去。嗯，看到吧？老师，你看到吗？不是，没有，你没开那个，你没开镜头。我开的，我开的，我小梅，小梅大师 ，Lin， 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了，你把四个字啊，勤能补拙，不错。你的墨有点淡，像我那个似的，有点淡，呵呵，还是我墨了，还没。是吗？那墨有点淡。好，你这个，然后你那个把它四个字记中，旁边留下点空，然后你写下来，谁写的，哪年哪月哪日，哎，你都把它都像个作品整好，嗯。嗯，墨还要再磨一下，要磨墨。那墨很淡。小梅，你那几个字我看很清楚，但是你写错了，不是字错了，勤能是你要写四个当当当，勤应该竖着写，勤能补拙四个字不能横着写，横着写就得写横四个字，你就写当当当当，那四个字是勤底下写能，下面补写拙，这么写。你要写横的，勤能补拙就是横条的。你要写四个字，哎，必须得是勤能是竖着写，哎，好，你现在就把那个，哎，纸整好啊。它是字横着写还是竖着写？都行，你横着写也行，竖着也写也成。但是你要想像我这样写四个字，那么是勤能就得勤能补拙，就是竖着写这四个字，写成四方块，嗯。我们这个字条是横，哎呀，是你是横幅，你就横着写，勤能补拙，从右向左写，记住了啊，从右向左写。哦，横着是要应该从右向左写。啊，对，从右边向左写啊。哦，那竖着就上下写。啊，竖着就是上下一二三四往下排呗，对吧？嗯。我写的是四方块，俩竖俩行，俩竖，哎，两个小竖，嗯。哦，这个。我听不清，嗯，我看小梅写的勤能，嗯，我是要横的，从右边写到左边，嗯，可以啊，那你从右边写到左边挺好的，嗯，应该从右边写到左边。陈老师，哎，哇，看见了啊！勤能，你是竖的，勤能补拙，看见了，好，不错。那你这张纸应该是单独给他，不能跟大家混着。你要写个作品嘛，对不对？独立的，你写才一张纸上就写他这四个字儿，嗯。我把它裁下来。啊、哦，那裁下来也行，嗯。黄老师，你写的太棒了。嗯，写都挺好，大家写都挺好。大家把以前第一天上课的字和这比一比，是不是有天地之差呀？
是要发给你的、啊、嗯，发给我，对，发给我，发给你啊。好的，谢谢。我独立的啊，独立的，别和练习纸在一起，就写勤勤能补拙这几个字。不行，写了。对，小梅，你写完了，然后你写上小梅写哪年哪月，2022年，对吧？然后写个落款。好，勤能补拙，挺好，我看见了，这是处老师写的，不错，挺好。哎，然后你也底下写上落款，哎。就是一个条幅，一个你的作品，是吧？用中文名字啊？嗯，用中文名字是吧？你当然写中文名字了，你写外国名字，中那个老外他也不认得，老外他也不知道你是中国字是什么意思，我们都写中文。啊，大家的作品写都不错了，嗯。这个写的太难啊！很多同学都写了啊，这个条幅写的不错，嗯，写完同学给我发过来。
行。你们要有章，就盖个章，盖个章。我这样子写太难看了。勤能补拙挺好，就离得太远了。那你的纸都多大呀？啊，你的纸，你的纸的作品太大了，字就小了。你不要那个作品太大了，那孤孤零零几个字也不好，对吧？作品和字的大小就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满满登登的比较好。我这个纸太大了哈。对对，你纸大，你既然能写，那你还得写比字还大的字。你要写这么大的字，你就叫这么大的字装满你的那个作品就比较好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嗯。太大了。嗯。小梅写的那行，那个纸和那个字大小，我看挺好。然后你盖上一个章，呵呵，有章吗？我们准备刻个章啊，没有章就拿萝卜刻一个吧。萝卜刻一个就能当章了，嗯。拿你的口红蘸上点萝卜，就叭一个就是一个字儿。萝卜要不要写字啊？嗯，那你萝卜，你拿一个萝卜变成一个撮儿吗？然后你再拿小刀刻成你的名字。很难刻。小梅，你就刻成小梅，完了。很难刻啊。嗯，对，萝卜很好刻的啊，不是石头啊。你要倒过来啊。嗯，字都要倒过来。对对对，你先把字写，你先写成倒字在那个萝卜上，然后再刻成，然后再按一下。哎呀，萝卜刻一个挺好的，刻一个小圆撮儿。等我成为大书法家，我再去做一个。等你成为书法家再刻呀。那等你成为书法家，不用你刻了，一大群人都帮你刻。可以呀。哎，老师啊，听到了。